佛陀在世时，有一段安尼的小故事。一群的比丘啊，随着佛陀伫正下伫咧修行。有一个早起时，大家人都伫遐做一种心得的分享。有一位比丘就提出来讲：“啊，甲我同僚啊，有一个。”年轻的比丘，就是啊，心真惊吓，真这么惶恐。那是啊，坐的时阵，听到风的声，啊，伊就着惊啦。有当时阵，听到鸟啊，较大声叫。啊，伊嘛是着惊啦。有时阵坐伫迄个树骹，看到树呢，若较惊吓，啊，伊也是惊。一天的时间啦，看伊心灵不定啊，就是真正的惶恐，都是真惊吓。就伫迄个所在。大家人感觉着讲真奇怪，哪有人安尼这么正无胆？哪有人安尼这么惊死呢？大家人围我来，就向佛陀讲：“佛陀啊，阮是伫咧谈生死。”那佛陀讲：“好啊，人生啊，有生必有死。”但是生死的道理若毋知呢？那要安怎修行啊？所以恁大家人会晓要谈生死是真好啊。其中有一位比丘就讲：“佛陀啊，阮所谈的，就是伫比丘的内面有一位呢。”真惊死！那佛陀就甲这比丘讲：“伊遐尼正惶恐，面对着死亡，毋是伫今生出世尔。其实，即种个心态呢，已经是真久啦，累生累世，带着即种个习气来啊。”真久远，多生的以前，伊是一只的大象。去当阵国王，为了训练这只象如如不动，伊就请来了真好训象的老师，就甲伊讲：限期30天，你爱甲这只象啊！训练到周围的环境动啊，这只象呢就不动。30天的时间，一个老师要训练一只象会当不动，实在是不简单。这位训象师啊，把这只象带到一个旷野的所在。土骹呢，就安尼给钉一支寸啊，钉真深落去土骹的底，把这只象用锁啊绑伫这支寸的所在，这只象动不动。逐天都伫迄个所在给伊训练，开伫无震动的空间，提供给伊食物。
有一天，粪厂师呢，伊就叫着一群的人，拢围伫这个厂的周围，真侪真侪的人，手压着弓箭，有的人提着石头，伫个所在伫个动啊，发来声，用伫迄个弓箭呢，互相相对呢，射对空气。有的人呢，射对墙的脚边；有的人射对墙的头顶。这只墙真正的疯狂，看到这群的人群，亲像疯狂狗，有空中射箭，有地下火烧射，有的人箭对头顶去，有的箭是对脚。真惊真惊，真挣扎呢！不知道，树啊，你扭动起来，这只树亲像发光共款啊，直直转啊，一群的人直直绕啊，这只树走出去，就两对树啊。尽管真侪人一直地去找，但是山林真大，找几耐间，就是徒劳无功。这人转去向国王报告，这只象已经走失去。就伫这个树篮的内底，还是真多惊。我唔敢伫迄个所在听到风，听到鸟声，看到树仔叮当，伊无有一项无惊，就是真惊。伊当作一丛真大丛的大树，有树树，看到这只树。时时刻刻，分分秒秒，就是心不安宁啊！真正的风景真恐怖。树神啊，就向这只大树讲话啊：安心啊，卖着惊啊！你知影，天然的境界啊，就是这种无常，有生命。的动物同款有生老病死，地上万物都生自灭，生自反空，这是一个真自然的法则。山嘛有崩的一天，大地呢嘛有地震不空的时。有生命的动物生老病死，这是自然，有甚物好惊嘛？这只树在迄个所在听，好像心都比较较宁静。不多讲到这，回过头来就甲这比丘讲：比丘啊，您敢知呀？迄当阵，迄丛树神是今仔日我释迦牟尼佛。迄当阵，迄只大树就是现在这位年轻。比丘，人生啊，世间本来就是真正的无常。对啊，天地万物，人生一通，完全呢，无有因果的。所以咱
修行，就是要会当知影这个道理，生死的道理，生命的价值，不是伫长，不是伫短，上重要的生命的价值，就是人生的目标，安怎样会当利益人群？安怎样会当去掉烦恼？咱嘛是伫要学啊，学要安怎样，互咱的心中无恐惧；学要安怎样，互咱面对着人生，会当通安然自在。当然啦，上重要的呢，就是爱开启自我的智慧，自我的智慧。就是爱先把烦恼扫除，无人我是非的得失，将内心一旦能练就了一番爱、慈悲的心态，有了爱，有了慈悲，对人对事啊，就无有计较，无计较心啊，就无有烦恼。